送你百名餐。好。哦，是的，你知道什么叫能量守恒定律吗？不知道。意思就是说，当你付出一样东西的时候，就一定会在某个地方得到意想不到的补偿。是啊，你是不是想买单了？是的，你可以不相信师兄，但是你一定要相信科学。不信你试试。那我试看看。恭喜您被本店选中，成为108位幸运客户，返还您108的现金回包元。是啊，你的牛顿定律真。什么？这是能量守恒定律。是让我们收两件就好了，对吧？为什么？收两件单，我就会被选中1088幸运客户，我就会返1000多少钱了，对吧？是的，以后像这种机会多得很，师兄保证不跟你抢。这是你说的啊？嗯，好。师傅，让我来。哎呦我的妈！你们都有店铺表是吗？是的。有可能你这次付出的不够多，要不我们可以下去看看。好，师傅让我来，我来，我来，3000把。师兄，有什么流什么定律，怎么不灵了？我今天发一年的工资来给他，那什么时候反馈的？是的，虽然今天付出了不少，但是你得到了更多。只是你没注意到，你看我什么都没得到。不，你理解错了，你得到是师傅对你更深厚的感情，这些东西他是用再多钱都买不来的。是的，乖头的，今天晚上我们去弄啊。是的，师兄没骗你吧？是的，师傅，不看了去翻个。